瑶瑶，救救叔叔啊！大叔，大叔！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发它，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它必须活着，才有价值。你知道它杀了多少人吗？这重要吗？在你的眼里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怪物吗？这东西能救更多的人。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。你才是个疯子。